是娃娃。你好。今天是比心特辑哦。糖糕，今天没有你的戏份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新家拍摄，我们的背景还没装潢好，沙发还没来，所以大家都还没地方住。那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床单，因为原本的壁纸太丑了。2018年度问与答的影片需要比较长的拍摄时间，所以请大家再等等，我们可能要到1月中或是1月底才有办法生出来。一年又过去了，又到了草莓季的时候。这次 Seven 的草莓季有一半以上的商品都跟去年一样，还没看过去年的影片，在这里请看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挑了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比心特辑。今天的商品有这些。The first one is 七七五加巧克力草莓口味。这个其实去年就有出，但是他说他是新升级的，我就相信他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和一般的七七五加没什么两样。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它草莓的成分比例好像比去年还要多。是不是比较酸啊？嗯，吃起来跟那个一样，小时候一颗10块钱的巧克力。然后有三个口味，然后有脆心的，然后草莓，就是这个味道一模一样，已经吃不到什么巧克力味，我吃的草莓条。你吃这个声音特别大声的，要一直咬。想问大家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怎么剔牙齿呢？如果你是这样的，留言一；如果你是这样的，留二；如果你是留三；如果你是用吸管的，留言四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调查？平凡的美心七七乳加巧克力草莓口味呀。这样是几分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他。下一个，韩国的朋友 X5 草莓风味巧克力饼干。那时候刚引进 Seven 的时候就说什么韩国国民巧克力旋风来台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原味的吃吃看，超难吃，我吃过一次就再也不吃了。但是今天他出了一个草莓口味的，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心情好，给他一个机会。嗯，觉得韩国人的味觉有问题，所以才喜欢吃泡菜。很像吃力架的味道，今天吃起来怎么蛮好吃的，外面包了一整层花生，中间一层饼干，因为像在吃马捞。草莓大概只有1/10吧，非常淡的草莓味。我还是会选择七七五加巧克力，或是士力架韩国 X5 巧克力草莓风味。下一个是每个人看到一定都会想要买的商品，雷神。这个去年的草莓季就有了，记得我没有拍，那就没吃过。它的特殊口味都蛮好吃的。阿雷神，这个是敏心雷神，敏雷神，根本就一样啊，只包一层草莓的皮。里面是雷神，外面包大便都好吃。毋庸置疑，超级好吃。它的草莓完全不会过甜，然后分量也刚刚好，不会抢走里面雷神的味道，比那个哈雷神还要好吃。因为哈雷神有点太香料，这个不会，很值得下课冲去买一包，拿着去补习。雷神草莓口味。所以是几分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听的话好难懂。下一位 ，MN 出的草莓口味花生巧克力，这个我吃过了啦。上次拍有一集 MN 全系列试吃，这里那时候吃觉得很好吃，它里面跟一般 MN 巧克力没什么两样，差别只是在吃下去的时候有一股微微的草莓香而已，里面没有任何的草莓，但它就是很像那个草莓水啊、果汁水这样淡淡的草莓味道而已。可能这样的做法才是对的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失去 MM 巧克力的特色。MM 巧克力草莓口味，这一集里面唯一一个喝的，嘿，多喝水出的草莓气泡水。它原本的是柠檬口味的。嗯，我喝过柠檬口味。哦，这时候我忘记很难喝。没等到，喝一口。你表情不太对，好怪。你这里有菜渣，很像超超淡的那个草莓奶茶。对对，很像去年喝的那个超香水的草莓奶茶。可是它标榜是健康的无糖水，那这样应该是合格，没有加糖的，草莓味很够，一个有诚意。到底谁会喜欢这种味道的草莓？想减肥，可是又好想要吃化工草莓的人。多喝水的草莓气泡水。下一个，台湾之光，台湾的骄傲，新贵派得是他出的小格酥草莓口味，39块，这样太少了。哦，我被骗了，超多的啦，买出来买出来。对不起，那是奥地利草莓，很好吃得是，完全不甜诶，它是酸的，这个好好吃哦。这个是跟七七乳价一样很像，它是完全是走酸路线的草莓。
今年大家都很有共识。很刷嘴的新贵派小格酥草莓口味呀！干嘛那么兴奋？他喜欢。晚安。他要睡了。晚安。没有，还剩最后一个商品的，最后一个乐事洋芋片竟然出了草莓口味的，而且是静冈的草莓。静冈不是只有抹茶？奥地利也有草莓吗？应该全世界都有草莓吧。完全没有草莓味，完全看不出来有草莓。我觉得乐事好像每次出口味都是来乱的。用显微镜看的话，会看得出来上面有粉红色的草莓粉。好怪哦，就很像那个什么焦糖爆米花那个味道。怪，它到底是咸还是甜？又甜又咸，但我觉得比焦糖口味好吃，因为吃这个就不会觉得腻，因为它也是偏酸的草莓，柠檬口味的洋芋片那种酸酸的。可以接受，吃久了就还蛮习惯了。乐事洋芋片草莓口味，米星评审今天辛苦啦！喜欢米星当评审的话，请在下面给他一点鼓励。希望明年的草莓季能够让人家更惊艳一点。今天的试吃就到这边啦，喜欢请帮我按一个赞。想看更多试吃影片，可以按订阅加开铃铛。我干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。